现在开始 rolling 啦，现在开始对位啦，好，准备动态起跑。我是排在第七位，你看我前面有六台车，那因为它第一个弯是右弯呢，所以我会排在就是单数排这一边，它就是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啊，就是我的位置。开始喽，好，开始挥旗抢位，赶快抢到中间来，对，没错，起跑就是要抢位。OK， 你看，哇，马上就冲到第五位了，有没有？黄小生忙把它过掉，不要浪费时间。Go Go Go！ 哇，前面是小梁哥、义成跟阿凯。好，小梁哥吸到尾风，直接在他旁边，哎，刹车卡住内线，哦，稍微 kiss 到义成，这是正常的啦。哦，这跟打篮球一样嘛，肢体碰触是很正常的。Go Go Go Go！ 现在已经爬到第三位，从第七位已经爬到第三位了。Go Go Go Go！ 更好，更好，更好，更好。找机会找好。那一天实际上有下雨啊，前面是有下雨啊，后面雨停了，开始换杆胎，大家才开始这样跑。所以你会看到天色有点阴阴的，地上有点黑黑的，还会有点水。这时候都要有点小心。来，这直线底，哎，插内线，把它抄掉。但是因为这个弯过得不好，你看转速掉太多，有没有？义成马上换线换快，但是我们不管它，吸在后面一样直线底，刹车刹进去，有没有？直接进入到第二位了，但是接下来我犯了个严重的错误，你看，我压到水了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义成跟小梁哥，也不是省油的灯，马上就过去了。现在是在 Jimmy 车上看到的镜头，你看跟车跟不够紧，下场就是这样，油门踩太慢，下场这样。你看 Jimmy 也过了，人生嘛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跟紧。现在又掉到第五位去了，好，刚追到第二位，现在要掉到第五位，这里又碰到 Jimmy 一下，转速整个掉了，天哪！你看黄小生跟那个刚排在我前面那一个都已经过了，天哪！哎，他刹车一个失误，哎，我又回到第六位了，好，我刚刚又回到第七位，我开始起跑的位置，现在就回到第六位了。前面这个就是黄小生，黄小生虽然才刚开始玩一二五，但是他真的初生之犊不畏虎，很酷。很敢拼，好朋友 ，battle 的好朋友，啊 ，go go， 跟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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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啰嗦，没办法，落到后面去就是好好跟好，好好追，就是这样。我现在是在第六位嘛，来，你看黄小生这个弯真的过得也不错，你看车子也是直接推着就出去了，没办法，我哥做的已经就是好。来，接下来过这弯。你看黄小生稍微撇了一下失误，有没有？你看我就塞内线就过去了，接下来我就回到第五位的位置，前面就是小梁哥、Jimmy、义成、阿凯。啊，刚刚前面起跑的头牌就是阿凯啊，第一位起跑的就是阿凯。哎，小梁哥，小梁哥跟 Jimmy 稍微有一点点缠斗，好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就是跟好他。前面在缠斗对我们来讲是好事，因为他们的圈速会慢下，我们就可以追更近一点点。好，走稍微大圈一点，转速把它拉好，吸在后面，有没有拉出来？这样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对吧？好，刹车刹好，带进去哦，成功挺进到第四位，完全没有问题。跟在 Jimmy 后面， Jimmy 现在开始要对义成发动攻击。义成真的是车感很好的一位年轻人，相当厉害。不过我们 Jimmy 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对不对？你看有没有 Jimmy 在后面真的很侵略哦，一直不断的，哎嘿嘿嘿，这就是好的，开车就是要这样嘛。啊，你看他们碰一下，你看我马上就跟上去了。我就说前方缠斗对我们来讲是好的，就 Jimmy 过去，哎，那个义成风开太大，我也一起挤进去了，有没有？第三位，我们已经进入到第三位了。哎，跟在 Jimmy 后面，跟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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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 ，Jimmy 刚刚稍微早刹车了一点，害我有点害怕。你看有没有 ？Jimmy 开车也是，你没有完全过他，你没有塞到好的机会，他也是不会轻易让你过去的啦，有没有？是不是 ？Jimmy 车子，哎呦，你看啊，他太 push 了，稍微失误了一下，我就过他了。Jimmy 真的是一个赛车的好朋友，我很欣赏他，就是他很敢把车子放到极限去。我觉得这个需要胆识跟对自己技术的信心，我很看好他，他将来一定非常厉害啊。这个也是 Jimmy 给我他车上的那个镜头，让我可以剪成这样，哎，有双镜头的影片，你看多好看。
还可以从后面欣赏一下我自己开车的英姿，有没有？是不是不错啦？我是觉得前面那台车开得好稳，戴白色安全帽的，哇，速度开得不错哎，是吧？基本动作好扎实哦。天哪，前面那是谁？411李老师，没办法，正常发挥啦。好，一样，你看 Jimmy 就一直在追，在追，哦，我就在追前面的阿凯，因为我现在已经到第二位去，阿凯在最前面，但是我们不管，我们就是一直疯狂的追，一直疯狂追，一直疯狂追，是吧？人生嘛，不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不能放弃嘛，你不能说前面被阿凯拉了这么远，我们就放掉嘛，不可以，我们就是要追，我们就是要追，努力，死命的追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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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现在大概跟阿凯大概差一个弯呐、啊，所以真的还蛮刺激的，哇，有没有？现在大概差半条直线，好，现在的秒差我在猜大概在2秒左右吧，跟阿凯的车子的距离大概差2秒左右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继续追，努力追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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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我们要对我们自己技术有信心。哇，你看 Jimmy 也 push 哎、欸，也刹到车的超晚的、欸。你看我一下距离也被他拉近，居民真的不是省油的灯。我很喜欢跟他开车，因为我真的从跟他开始竞争开始，技术大幅要进。人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要这样，就是要有朋友陪你练，陪你练习，陪你 push。好，现在要回到我车上的镜头了。你看阿凯在我前面，现在大概是1秒左右的距离啊，我觉得。你看，快跟进了，快跟进了。好，你看我刚那个弯就稍微失误了一下下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尽量追，尽量追，稍微晚刹一点，有没有？哇，这时候很紧了，现在大概0.5秒了吧？哇，赶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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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你看我稍微贪了一点，你看太急了。这有时候这些鸟弯啊，就是稍微比较转折的弯，真的是不能那么急。Go Go 啊！你看从旁边过去啊，过去了，有没有？阿凯稍微抛开了一点，是吧？换 Jimmy 在阿凯后面呢。啊，酷，我们三台车是吧？好 ，Go Go Go！ 你看我转这个地方没有失误，车子就出去了。噔噔噔，然后 Jimmy 帮阿凯助攻推一下，好，应该可以哦，有跟进一点。Jimmy 真的是他那个推车真的是推得很敢尝试哎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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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Go Go Go！ 那我现在换我在第一位，我当然要死命的跑啊，对不对？疯狂的跑。这一场比赛实际上很特别啊，我从第七位起跑，追到第二位，又掉回到第七位，最后又追到第一位。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对不对？落到后面的时候不要害怕，要有信心。人生的高度不是看说你多有成就或是怎么样，不是。是看你跌到谷底的时候，你的反弹力道有多强。记住哦，这谁讲的知道吗？李汉啊，开玩笑的，巴顿将军讲的。OK， 好，不能偷别人名言。来 ，Go Go Go Go！ 阿凯，现在在努力追。好 ，Jimmy 现在也在努力在追击阿凯。好，阿凯好像稍微没跟我那么近了 ，Jimmy 等不及了，他没耐心了，他就超过去了。现在换 Jimmy 追击我，赶快跑！天哪，快点跑 ！Go！ 你看有没有 Jimmy 真的很不屈 ？Jimmy 是号称死不放油门的高手，不过这是正确的，真的、啊。不管怎么样，油门就是不要放，知道吗？放了再下就是慢，所以你要赶油门踩着去控制你的车子。这个 Jimmy 就做到淋漓尽致，相当的酷，厉害 ！Go Go Go Go！ 应该没剩几圈了啦，应该可以安全下庄了。我要赶快跑，你看又被他追近了一点点。你看 Jimmy 真的是相当的凶猛啊！我那时候在跑的时候都一直在想说，方格骑着我不赶快挥，是吧？这样一直追，是吧？赶快跑，赶快跑 ，Go Go Go！然后你看，我这时候就会回头看一下直线的时候，稍微看一下彼此的车距啊。OK， 不要常常回头，因为常常回头的话，有时候会打乱你过一些就是比较紧凑弯的节奏。啊，这应该是最后一圈啦、啊，我应该快通过方格旗啦，快安全下桩了。
错不错不错不错，好，你就回到我车上了。Go go go go， 来了来了来了，哒哒哒，哎，回放歌曲了，就这样了，结束啦 ，OK。所以各位车友，如果在开车的时候啊，记得超完车以后那个节奏啊，可能要先事先想好，这是我学到的经验的。啊，现在我就跑到小杨哥后面啦、啊。是谁？